谁可以同意，谁可以否决，部落的意见谁说了算，如何凝聚部落主体意识，让族人发声来守护土地跟文化，我们要带您来分析原民会推动部落会议实施要点修正草案是不是真的有符合族人的期待，让族人真正当家做主呢？就在本周六晚上7:30的部落大小声。